亲爱的四年级、五年级的小朋友们，我是小雅老师。你们要的外研版的四年级上册、五年级上册的精讲视频，刚刚通过审核，全面上线啦。视频中所对应的每册书，老师都是从单词开始讲起，标注好音标，慢速领读，同步讲解，然后再到课文当中的每一句话、每一篇文章，慢速领读，同步翻译。为了方便宝贝们的学习，老师在讲解过程中为大家边讲解边做好了笔记备注。在讲解过程中，老师从每一单元的语音、词汇、句型、语法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解，并做好了笔记备注，这样宝贝们就可以边看视频边整理笔记，完成对整本书内容的学习，轻松地去面对我们接下来的考试啦。如果你的教材是和老师一致的三年级起点的外研版的英语教材，就可以直接点开老师作品下方的小黄车购买，就可以立即观看啦。小雅老师在这里面等你们哦。